迎来到第一届的药牌对抗赛。那什么是药牌呢？就是拿药球当排球打。那一颗排球的重量呢，差不多260到280公克。一个8磅的药球呢，相当于排球的21倍重，可以说是专门为这一群肌肉男设计的游戏。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帮我们播报比赛的两位主播，滚滚珠公的台主保龄球大师纪兆航，以及健力高手小王子 Miles。大家好，我是滚滚珠公的台主纪兆航，在我身旁的是健力三项突破660公斤的小王子 Miles。大家好，我是 Miles。再介绍今天的比赛队伍，有对上 Pita 战队。Pita 这边的成员有 Pita、Solo、Luke。陈念科战队这边的成员有波波老师，还有该以我本人了。规则讲解：两队各派出3名成员进行比赛，接球员必须在接球后1步内出手，持球时间不得超过1秒，同队传球不得超过2次。如果要球在自己界内落地，则判对手得分。接球员可在接球后直接出手，也可在接球后与队友配合二传出手，也可与第3名球员配合3传杀球。那我们比赛呢，才3战2胜，一个回合是6分，先拿到6分的就先拿到胜，这样。那我们就比赛开始。等一下，我们尽量站位，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发球会发进过远，所以我建议两个站后，然后我站前排，前面的球我来接，我今天主要就当接球员，就是我们接到球之后先传给他，然后他要嘛直接丢过去，要嘛就是丢高让我们杀。好，也可以。那谁要当主力输出？主力输出，蔡老师。蔡老师啊，蔡老师手长脚长，炸了他们，不要鼻青脸肿。我们今天就是尽量不掉球，我们要打帅的，帅的，就是给他帅，暴力的灌下去。所以，好，我们来加油打气一下，来三剑客，下。我觉得我们大家的战术就是猛打波波。好，就不敬老尊贤。对，不敬老尊贤，因为我觉得他腰可能快不行。好，他是我们的打点。OK， Easy Money， Easy Money， Easy， 打波波，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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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我，打我，哎，他要打我。哇，非常正式啊，还有乐队握手的环节、是非常有礼貌的一个比赛。哎，猜拳。哦，所以盖伊显得。选的是先攻，通常就是由赢的决定他要选球权还是要选场地。哦，场地有差吗？我们室内场现在应该是差别不大。如果你是打室外场的话，顺风逆风，对，顺风逆风还有太阳的问题。对，哇，这么轻松就得分，不要放水啊！好像1-0了，1-0。我们今天的赛制呢是3战2胜，那每一场呢是6分。那刚刚已经由盖伊队率先得到了第一分哦，然后因为球比较重呢，所以我们不可以持球，必须要在接到球的1秒内，接到球的1秒内。篮网成功！哇塞 ，P 大跟药师的对决，哇，气势都来了，来了来了。他们的刚刚的战术就是要打波波啊。现在2-0，波波变成那个，哇，这很认真的上手拖球。好，药师接到球，哇，这球，咦，哎，要杀了，空档，空档，哇，被 Pita 哥哥杀球。Pita 哥哥这球接得非常的漂亮，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沙西米，就是当对方的举球呢没有举得很好，刚好过到对方的网上的时候呢，这个对方的这个攻击手，对，直接把它杀下来。就排球的术语叫做 sashimi，但是听起来很像我们常吃的 sashimi， 对，所以我们在台湾就会讲成 sashimi。现在是 Pita 哥的发球，哎呦，这个炫球，一，哦喂，我的，让我们，哇，哇，对，对，这球裁判没有误判，对，排球的比赛呢是。如果打到网子，球往哪边滚，
就是哪一边得分。但他们的手是在排球的时候是不能超过网子的。对，如果超过网子的话，就是到了对方攻对方队伍的领空呢，就是叫做越网击球。发球发到非常的底线的部分，好高啊！二传手举球来了，举球来了！哇！哇！这球 solo 的表现非常的好，这个节奏打出来呢，是真的跟排球一样。二传手举上去之后呢，由 solo 直接做一个选择的快攻，哇！直接那个杀球超漂亮，对。要我们说的话，就是杀到三米线内哦。这排球的场地呢是9×9的，然后在三米的地方会有一条线，那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前排。如果能够把球杀在三米线内的话，就是非常犀利的进攻哦。对，要跳得够高哦。这是一个小抛球，二传直接进攻，哦，拦网失败。哇，没接住，好可惜哦。哇，非常的精彩。这是一个算是拦网失败，拦网失败，从他的空隙里面穿了过去。波波今天还在开赛前问我说，他觉得他最近变很壮，哦，所以是很有信心。嗯。哦，改一接的好，喂，波波这个变向，哇，手滑了一下下，没接好。对。入这一球，一个背面进攻，结果球掉了下来，哦。P 大哥在讲解，因为通常我们在打排球的时候会尽量避免背部的攻击会转到正面来打，尽量正面，对，就跟篮球的时候呢传球我们会用两只手一样，嗯，为什么很多非篮球专业会用单手传，是因为他如果看到人去拦截的时候他停不住了。哦，波波的拦网，拦网失败了，拦网失败。所以排球专业来讲，就是我们进攻手的时候要进行拦网，会有直线跟侧面。所以如果是要去拦网的时候，刚刚盖伊这个位置，他要去防侧面的杀球，然后波波是防直线。正直线的。哦，哇，有几个，这是拦网成功。对，拦网成功。5-4的，5-4的。焦灼了，焦灼了。那如果他们5-5会打那种，就像网球对 deuce 排球是有 deuce， 还是有 deuce？ 哎，没有，没有，默契不好。5-5，说着说着 deuce 就来了。这一球，我觉得三剑客是不是有一点，他们是不是有点心结？哦，有点心结，都没有人想要接球。哦，因为以排球来讲的话，刚刚波波去接球的时候呢，应该是要有另外一位球员走到举球位去接应。那刚刚。盖伊跟波波都没有，盖伊跟钥匙都没有反应过来，拦了。哦，所以这边现在是6-5，有出网，那就是三剑客如果再得一分，就第一回合胜利了。对，所以现在是 deuce， 三剑客有取得一个领先，6-5。哦，哇，又6-6了，哇，现在是6-6，继续 deuce。他们会不会打到20分呢？那我们拭目以待。排球的规则呢，是球落地的时候呢，压到线就算是界内。哦，压线也算。对，那篮球的话是你踩到线就不算三分球。哦，我一打哥哥又来了一个炫球，哦，空档，大空档，杀球。对，专挑没人的地方杀。他这是有一个小吊球的意味。嗯。因为刚刚 Pita 队呢，他的站位是前二后一，两位在前排，后排只有一位，所以后排的空隙比较大。这一个做球会做给谁？哇，这有点 A 4快攻的意味。哇！哇！漂亮！第一回合是三剑客获胜的。哇，非常的焦灼。看不破，这比赛好看的，好看的。等一下，我们的球啊，就是他们有要杀的时候，尽量接，因为我发现用蓝的，一旦挡太大，因为挡容易不小心从旁边走。对对对，蓝的可能就是限制他们的杀球球。对对对，然后我会在后面就好，准备接就。对，我会准备接。一定要一个人准备要接杀球，以接为主的防御。对，以接为主，基本上他们不会杀到很远。对方如果要打打那种组合啊，要打二传三传的话，我们尽量就往前。
就准备蹲低接球就好。那我们这一局一定要赢，因为我们不要打第三局，真的好累，体力消耗太大。那个球其实有点重，重，对，它是排球的21倍重，没错，所以它那个压力有点大。好，那我们就下一局把他们拖掉。三剑客，啊，赛！格格，接下来你有什么策略要反击他们？其实我刚看到波波那么累，我就已经放心了。我们刚刚是故意把时间拖得很长，你现在看他已经快快不行了，他已经像一个那个公园阿伯一样，就是在旁边散步。这个持久战第一场局消耗，对，可以吧？可以，可以。消耗战，数到三，劈他，三二一，劈他！第二回合开始了，球权，哎，劈大哥哥刚刚都是用旋球，前面没有人。压线，哇，这巧妙的发球，刚好压线。第二局开始，皮大哥他们取得那个这个，哎呦，哇，直接哇，突然一个变向，这要杀球了，这要杀球，哇，漂亮，幻象是被针对了。哦，皮大哥哥不愧是有排球底的，这可以看得出来，他完全的那个节奏啊，跟我们今天特制的规则，哦，我们是可以持球，哦。哇，这一个发球，皮大哥哥看着左边，这样子正面发球。哦，对，正式排球比赛也是这样的，就是排球必须得先吹哨，选手才可以发球，不然的话，如果得分也是不算的。二传，二传直接进攻了。哦，这又是交给皮大来杀球，哇，拦网成功。波波这个拦网真的拦得还不错，对对对，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已经40岁了，还跳了起来。波波很聪明，他完全预测到皮塔哥哥的杀球路径，对，所以他提早的把他可以进攻的路线都封住了。哇，这是一个平飞球，杀球，哇，接得漂亮，哇，这好奸诈，就这么捞了过去。要是刚刚那个拦截真的是厉害，波波的技术啊，在我们排球场上就是叫做老球皮啊，他会在一不一样的节奏的时候做出不一样的进攻，哇，非常的精彩刺激。而且我们这一场呢，因为要球，所以有一个可以一秒内持球的规定。但他们越打呢，这个节奏越来越接近了，越来越像正式的排球比赛，很顺。哎，大家像正式的排球比赛，很顺。哎，大家老球皮被抓到了。波波这一球呢，其实应该是一个很巧妙的第二传变向，但是因为他太常用这招了，所以被皮大哥哥识破了。哇！直接一个1-1了，直接拿下。排球比赛会有像网球那种挑战吗？会有，也是会有，也是有。在现在的各个运动里面，都会有鹰眼的运用。那通常的话，就是会有限次数，就怕选手一直去扰乱到这个比赛的节奏。那当然也会去影响裁判的那种权威性嘛。所以就是选手会在特别有信心的情况下，可能会去挑战。一样就是两个在后，一个在前，好，那就维持我在前面，然后你们两个就站一边，那我们然后就拦截比较远的，尽量三球，因为我发现用两球他们就会蛮好接，他们很好接到，对，就直接就过去很好接到，对，所以有时候三球就是怕没搭配好，就是怕没搭配好，就尽量都三球，第二个人就要把它弄高，然后第三个人再弄高，但是弄高那个，我觉得可以不用那么。一定要再靠近网子，我觉得远一点，只要有高都可以杀得过去。OK， 好，来，三剑客 ，Yes！ 哥哥，你们第三局打算有什么策略？我觉得刚那场波波有在流实力，他有点老奸诈的感觉，他被我看出来了。你看他现在，直接去到二传的时候，躲在那边很顺。波波在二传的时候就会想要去进攻。对，所以我们这一局想说应该是要打钥匙，因为我刚刚有球发过去，发现他在晃身。应该是对，反正他有点弱。他除了跳得高以外，其实球商可能也是蛮高的。对不起。好，数到三，劈他，三二一，劈他！要牌对抗赛的第三场要开始了。好，那要牌呢？顾名思义就是要炖排骨，可能是我们在助餐。哪一家？我儿子是乱讲的。哦，哇！接住了这个杀球。哇！
篮网，篮网，哇，这个篮网狼人，哇，哇，这球非常的精彩。哦，现在是皮塔的发球，会不会是个炫的呢？很炫哦，哦，压线，哇，开始有不一样的战术了。这一次药师的杀球就有挑一下，就没人的地方了，他有看位置了，因为现在他。皮塔这一队呢，他们的站位改了，变成是前一后二，所以前排会略弱一点点，所以前排的腰带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掉角球的位置。好，第三次，哇，可惜了，没有人去接球。哦，这一球位置刚好打到盖伊跟波波之间呐、啊，所以在打排球的时候，他 是要喊呐、啊，团体的活动，所以他其实站位会比较明确，哦，会知道说站什么位置，那个球该谁来打。哦，这个补位就很好。通常排球在拦网的时候，后面的人呢要去补位。皮塔哥哥队3-1了。刚刚波波露出非常痛苦的表情，应该是体能差不多了。体能差不多，随着这个汗水。波波的头越来越亮，哎哇哇，言语的脚都做得出来了，而且奏效了，叫波波，结果球丢到对方，波波，果然第三场3-2，就是假动作的运用。现在第三场看谁的那个心机比较重，对，哦，啊，3-3，3-3，哇！这个裁判看起来算蛮公正的啦。对。好，盖伊这次的挑战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哇、哦，好炫的一个球，第二，哎、欸，哦，有过网。4-3，4-3，哇！居然在刚刚盖伊挑战成功之后。气势逆转了。先刚刚皮塔哥哥这球的举球很好，就举到我们的四号位。那刚刚入的话，他其实是给一个大力的扣杀，哇，非常炫，哇，炫出去了，5-3了。哇，没有想到，拉了。哇，这发球很厉害。再来一颗。对。盖伊现在期望可以发出一个 S 球，拿下这一局的棕熊落网。哇！又发了一颗超炫的，被接得很漂亮。哇！哇！哇！对，我们不想结束。哇，非常的精彩。如果皮塔哥哥这队呢可以再得一分的话，我们就进入了 deuce 啦。希望来一个厉害的。哇哇！皮塔哥哥太阳球，这个发的好高哦。皮塔脱球是蛮厉害的，又漂亮，真的有，真的回丢死了。哇，这球以拍球的专业来讲呢，刚刚皮塔哥的举球举得很好，嗯，好，现在是丢死，要连续两球赢下的人才可以获得今天的胜利。哇，漂亮！不做效果，讲求真实啊！打到第三局的局点，非常认真的在看回放。裁判进来了。哦，手有没有过？好像没过、哦。手好像没过、哦。好像没过、哦。好像有过哦。我刚看好像手好像没有吧？哎、欸，没过吧？这样算不算有啊？经慢动作回放，发现这球有争议，因此判定这球为公正球，这球不算分。啊，好，是。由皮塔战队继续发球。我们今天是用羽球场来进行排球比赛，那排球的网子的高度是2.43公尺，那羽球场呢大概是5.5，所以其实今天的杀球有可能可以杀到对方的脸上。哎，可以。哇，好炫啊！真的来了，还用你接球。盖伊刚刚发展的那个是十起了的接球方法，掩面接球法，哇！一下，
又是被接到，哇！现在6-5了，皮达哥哥队只要再得一分，他们就获胜了。对，那如果盖伊他们这一队呢，可以再得下一分，又会追平，对，又回到 Deuce。每一次的争议球之后都会有一点点变数，哇，游下往上，哦、自杀球，出界了。哦，一般的排球比赛，我们规定场地的高度，它必须要够高，让球不会碰到天花板。哦，那如果在室外来讲的话，我们会说这个是太阳球，因为有可能选手想要接球的时候会看到上面的太阳，就被挡到视线，对，会去影响到这一球。哦呦，接发的漂亮！哎呦！哇，这一球非常的精彩！哇，这是一个力量的展现！波波又击倒了一次！哇，这个是7-6了，排球最好看的地方啊！强攻对强守。对，皮达哥哥这球的拦网就是用力量硬把这个杀球手的球呢挤回去。哦呦！哦呦！收了这个接球，这个传，对对。哎，现在回到Deuce了吗？对，又回到Deuce了，7-7。7-7，盖伊在看到底可以丢多高？哎、欸，哎、哦、呀，盖伊又是一个眼神假动作，厉害！哇，这是叠对叠啊！8-7，刚我看起来以原本的节奏来讲，应该要再传个第三传了，对，结果就让他过去了。哇，哦，现在皮达哥哥这边是取得了赛点了，旋转球。哇！8-8回到 Deuce， 可惜可惜。哇塞！我看来这一局没有打到20分打不完。哇，这越来越精彩，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掌握到这个眼神假动作以及肢体假动作的奥妙了。现在大家都越来越会骗人了。刚刚看上面丢平飞球，这次要怎么丢呢？哎呦，有个助跑，排球是可以跳发的。哇，这一次也是发一个高的球。哦，二传过来了，直接过来，一传过来，哇！看来是没有过，没有过，对，从下面过没过，哇！菲塔哥哥的表情有点纳闷，我不是早该赢了吗？奇怪，盖伊这次发一个左边底线的球，第二球，哇，这球举得很漂亮，哇！哇，没人接，没有人接。皮达哥哥队轻松获得了一分。对，了解。哎，滑掉了。裁判没吹。哇！哇！我们期待的颜面接球。连接。我又连接球了。对。有点痛，哥哥，你杀的他片甲不留。我刚嘴巴说抱歉，其实心里没有，没有。你脖子真的没事吧？没有，是眼睛比较痛。现在换波波队，哦，现在是皮塔队取得了领先，再获得一球，再获得一分就结束游戏了。哦，扑到。一球接球失误，没过，回到了10-10，真的要打到20分了吗？天都已经快黑了，非常非常的精彩，厉害。对，这个按照我们排球来讲的话，就是第一球的接球手就没有把球接好，所以变成二传手呢，他需要去补位，对，那就没有办法把球送到好的进攻位置。第二球、三球，好球，非常漂亮。皮塔哥哥又六领先回来了。对，皮塔哥哥真的是有排球底啊，他第二球他每次拖球拖得很快，他的拖球都会拖在网子前面大概1米偏左边的位置，这样是进攻手好进攻的位置。那皮塔的举球举得很好，
那他的球就是直接往下下来，盖一队就不好接了。哇 ！Game set， 这毋庸置疑是披萨队取得的胜利。第二届的药牌比赛就由你传承下去了。那你的摄影器材先也传承给我，我也会来帮你拍摄。好，可以。会来现场帮你加油，没问题。一定要一路赢下去。好。一定要赢下去哦！我带着你的心，一路征战到冠军。好，就交给你了。好，那我们第一届药牌对抗赛由我们的 PITA 战队获得胜利。Yeah！ 哎、hey! ，算是赢得非常的辛苦，而且玩得很愉快。今天有几球很精彩，有几球被骗到，因为我已经站好位要去接杀球，但没想到他是在另外一侧。就我觉得其实要有一点预判，打久要有经验，也要有一点点预判的感觉，要知道他那球大概会在哪个位置，才能提早去准备。讲真的，他虽然是排球的大概21倍重，但其实他的反作用力超级大，超大，就是你接到瞬间你没有办法马上那么快可以把它抛出，因为它的反作用它还在下，重力加速度还在往下压，所以其实真的就肌力要很强。对，好，那既然今天那披萨战队赢得这场胜利，那今天送你一个东西，我要送你一个礼物，30秒的工商时间，随便你讲，你目前有什么东西或接下来你要干嘛，就交给你，30秒计时开始。好，那目前呢？我跟战车老师，就是我的神级的备赛教练，开了一个线上课程。那他主要呢会教大家是训练的部分，那我主要会跟我的营养师负责饮食的部分，由最基础的知识慢慢带大家进入到进阶者，然后再到更高的境界。那这个课程呢会跟 Prestige Academy 一起合作，在办在他们的这个网址上面，大家可以一直重复的去观看，看到你变得身材最棒的时候，就达成了一个目标。好，就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好 ，PITA 哥哥，谢谢。是练得非常的勤奋，练得非常好，那知识也吸收的越来越扎实。谢谢。好，谢谢大家。那我们第一届药牌呢，就到这边结束。那第二届就由 PITA 传承下去。好，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我是盖伊 ，PITA 哥哥 ，PITA 战队。那三剑客，下次再见，拜拜。拜拜，谢谢。